们看这里，它要你求哈这一条曲线，就 y 等于三次方，啊跟呢 x 等于负一这一条曲线，这条直线，啊跟 x 等于一这一条直线所夹的呢这个面积啊，啊我们知道这个图形哈，它是对称原点嘛，所以这一块面积，这块面积跟这块面积一样，所以我只要从零积到一，然后给它呢乘以二就好了。哦，这 A 这个面积啊，就是你两倍的，从零积到一，那这 y 的多少 ？y 的哎 x 三次方啊 ，x 三次方 dx。好，这积分等于多少？三次方积出来是四次方嘛，所以二乘以四分之一 ，x 的四次方，然后带上下限，零到一了，所以这是二分之一，所以这一题哈，答案是二分之一。